每次都是我骂屁股，他屁股动什么颜色？帮我 check 一下，我记得是红色，什么颜色？你不要走，我还你啊！妈咪，走开！哎 ，1600 狗。Hello， 大家好，我是丽蕊。Woo，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先把那个 subscribe button 给我按下去 ，Lisa 按下去就是了，开启铃铛。Hello， 大家好，我是 Woo。Hello， 大家好，我是丽蕊。耶，就由标题所见，你们今天要拍的这个街头恶搞是什么样的标题啦？哈哈，我们在玩这个之前呢，我们当然是要有一个挑战的东西进来先，谁会被惩罚去玩这个街头恶搞啦？所以今天呢，就很多朋友就跟我讲，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抓力前开，也就是这个 Mighty Catcher， 就是你现在呢不用去到那个夹娃娃机里面去夹东西，手上这样子夹娃娃了，就是 online real time 的。那么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筛选。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就是有推荐分类玩法，你看这样多种玩法，还有主题难度啊，给你去自己自定义的调整哦。Alright，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呢会先建议观众朋友们记得有空先去这个练习机台啊，要先学会玩，不要直接放钱进去了就直接玩。Alright， 挑战就是今天我们两个要在限定的时间内看谁夹最多娃娃，如果你夹不到，你呢就要在街头那边演被分手的那个人。我们来入门台先啦，啊，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入门台这里，然后我这边我这样看啊，就是这个 Minion 的 Micro USB 线啊，来预约，来 start the game 先，我们等下轮流啊。晚上这个 claw machine 几大个啊 ？OK， 到这边 ，OK， 第二个角度看一下，确定 ，OK， 错了，所以要退后一点。来，先对一下 ，OK， 好，三二一。哦，没有。那我开始啊。OK。哇 ！This is real time。很爽哎、欸！快点，你还有22秒。可以的。啊 ，OK， 完美了。下完美，七六咚咚，哇哇哇！我差点，原来轮到我。Congratulations， 就这样容易。OK， 现在呢就进来我们的 bag 这里啦，Yes， 你就可以看到你 bag 里面有东西，这种感觉是超级爽。如果你会觉得说，哎，你夹到这些东西，可能你都觉得，哎呀，我还是把这些东西换成一个物品。然后呢，记得就是呢，你要夹有四件以上才有免运啊。All right， All right， 我们在这个挑战呢，啊，这就是我们所夹到的东西啦，耶、yeah。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才能够夹到更多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在槟城，那么多一下呢，我们也是要在五点之前赶去槟城的卡帕星那边二诊路人，看路人的反应是怎样。Alright， 所以我这样看其实算是我赢了，因为刚刚是我夹到的嘛，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应该是很难哭在人家的面前，所以好啦，就只有这一次我放过你，我来去跟路人哭，然后看看路人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就抱着那个狗，好 ，Let's go。嗨，你们觉得它可爱吗？可爱哦。其实你们自己两个人吧。哎呦，我可以跟你们聊心事吗？是这样子，这只小狗，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她刚刚跟我分手。所以我真的很爱他。嗨，那你们三个男人，我终于觉得我今天的朋友背叛我了心事了。帮我抱着我的狗一下，我真的要哭我的女朋友。周展，等我。Hello，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啊？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啊？哦，帮我接一下，帮我接一下我的 X， 我的 X， 快帮我，快帮我，快接，快接。你接，你跟他讲啊。不能。哦，你这。林宅，你跟谁今天？你要跟你自己出来洗澡，自己一个。好像我们坐那边聊天一下好不好？今天狗狗有一个心思啦，其实。哎呀，你懂这个姐姐是谁吗？不知道。有眼熟，可是。啊，有眼熟啦。OK。其实这个姐姐她要跟我分手。她要跟我抢这个狗，因为她讲我每天没有陪她洗碗。我要跟你拿这只狗，最好跟你分手了。给我这只狗，快点。啊，
你觉得这只狗 Q 吗？来，赖顿南，你觉得可爱吗？他的 video call 的人都讲可爱，我真的要这只狗。OK， 哎 ，Q 哥。来，我跟你讲，你讲喊三二一，不是你喊他讲，这个狗是你来的。啊，你看狗都飞了，快点，快点。哦，啊，你哦，你看到镜头了哈。看到了。啊，好嘞，我们跟他 say hi 啦。还有多一个好康忘记跟你们讲哦，就是只要加入订阅就可以得到很多福利，包括每天送三次的游戏券、免费货运券，也就是一件奖品就可以送货了。还有就是影片有提到的奖品可以转换为 XPT， 累积之后可以到这个 Mighty Shop 这里购物。怎么怎么怎么？狗啊！狗什么狗？什么什么你的狗？我的。哎，你几岁现在？快点讲，你几岁？十四哈。OK， 就我啊，现在啊，你要做我 brother 啊，现在啊。我知道你要跟我分手是不是？把狗是我的 ，not 我的，帮我拿住。OK， 来帮我抱住一下，我要跟这个姐姐吵起来一下。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狗是我的，你看他们讲可爱。可爱的是我的，我在顾着的。我的。没有顾着。每次都是我骂屁股，他屁股动什么颜色？帮我 check 一下，我觉得是红色。什么颜色？快点讲红色。红色。红色。我想这边都是我的 brother。哇，你走开，你走开，你不要走，我还啊，妈咪，走开，你再过来我哭了啊，妈咪，这个狗够了我两天，你就抱着它，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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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no， this dog is mine， you bitch， get out， 哎，你过来一下，你觉得这个狗要给我还是给他？给你，当然啦，是不是？比较帅吗？不是，当然啦。雪花飘飘，北风萧萧。I love Penang， 你可以再靠近我一点吗？其实我很开心，你们觉得我你很熟悉，因为我刚刚跟我女朋友分手。没有啦，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真的有你们，我当作你们是我观众今天了，是不是？你点点，这我的狗。谢谢你们救了我一命，真的，因为我刚刚我找了很多人，很多人没救我。Brother， brother， brother。来来 ，brother brother， 哎呀，来 ，just just， 谢谢你们啊，救了我一命。嗨，你觉得他可爱吗？可爱哦。其实，我看到你们两个人，我就想到，其实我也是曾经谈过恋爱。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觉得，因为我女朋友，不是前女友，她要跟我抢这只狗抚养权，你觉得是我拿还是她拿？你喜欢吗？看你自己了吗？你们有赶着去哪里吗？那是因为我看到你忙，就不要打扰你，谢谢你。嗨。Can I ask something? Because actually I just broke up with my girlfriend and this dog is belong to her but I want to take it. Very cute, right? Very cute, but I want to take this dog. 很可爱是不是？对对对。哦，华语，会听华语？啊，会。哎，不要跟他讲话。你觉得这只狗应该给我的 ex 还是我来养？给我养。OK， 这样你帮我抱住一下，抱住，啊，动抓住，抓好好啊。我先 call 我的 ex， 我要问他一下。Hello。你真的要拿回这只狗是吗？哎 ，1600， 帮我拿一下，谢谢你啊。叫李瑞吧。李瑞那个废废的 YouTuber 啊，哎，女朋友，哎 ，X， 你觉得这只狗？啊 ！You give me 啊啊！看到 cam。雪花飘飘，北风萧。我们可以 say hi to camera 一下吗？嗨。哎，那个是被你撞耶，因为我们要看谁会觉得这只狗要给我还是给我女朋友。你给我，你给我。好，不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拜拜。哎，嗨 ，My dog， this one is my girlfriend one， but my girlfriend broke up with me already。哎 ，So I come here alone and see the sky， the sea， myself， very emotional， cute 啊。But soon not mine lah. Hey, where are you from? Bangladesh. Okay, okay. You is from here? From here. But living Penang lah. Because my girlfriend is from Kuala Lumpur. She want to take back this dog. So today is my last day. So what advice you can give me? Because this dog will be belong to her. No choice lah. Thanks bro. Thanks man. Bye bye bye. See you soon. I'll see you.
妈咪啊。OK， 影片呢就到这里为止啊。如果你们喜欢看我们在街头玩这些东西的，请记得要多多留言，因为从七月开始哦，我们的影片呢就比较多是属于节目的啦啊，可以给你们看到我们在街头玩呐、啊，就是要尴尬更粗的都会有，虽然这个没有，就是要尴尬 2.0 这样粗啦，但是不用紧，喜欢的话我们会多拍给你们看，所以要让我们知道啊。OK， 所以记得呢要去打吗？抓力全开 ，My D Catcher 啦啊 ，Link 呢就在这个 Description Box 上面，是不是 Donna？ 是不是来跟观众讲 Yes？ 啊是啊，他有点头了，对。再次呼吁呢，就是这个 Channel 呢即将要到100全少了，所以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还有留言，最重要是订阅啊，还有 IG 这些全部 follow 完啊。对啊，就是我们将会送出最少3台的 Realme 的耳机 Wireless 啊，啊听清楚啊 Wireless 啊，我们送出去最少3台 ，OK？ 之后还有更多也可以啊，最重要是你们少笑我先，我爽，我送更多，好不好？好了，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拜。Yeah. I love Penang man.Penang is the best. I love Penang. 忘记提醒观众，还有多一个好康呢，就是每天登录有免费游戏券送，还不赶快每天登录？当然也少不了送出金币让你们玩哦，只需要留言你们的 Mighty Catcher 的玩家 ID 就可以了，幸运抽奖哦。